呢個開關電源咧，可以有35伏輸入輸出咧，由3去到30伏噶。咁就靠調呢支可變電阻去改嘅。咁而家校定咗5伏係 TTL。咁呢嚿電我插到去27伏咧，而家因為慢慢用咧，放電放到26伏咁上下。呢個電個 capacity 好大啊！呢3.7伏呢個 power bank 1、2、3、6口鋰電池串聯。